再一部轻松逗趣的社会写实剧即将登场，实用的保健知识。一大早喝了牛奶对肠胃不好，喝了牛奶不能吃橘子。哎呀，我好歹是你大伯，你敢推我？爆笑的故事剧情。好了好了，你不要再演戏了啦。一个能够让身心愉快的绝佳选择。不要，别的我也保护你的。富贵平安，4月4号起，周一至五晚上7:30，8频道，富贵平安。